我教个油。我去下洗手间。太晚了，不太放心。真的没有意义了吗？为什么要给我写那些信？为什么要回答我的那些问题？你后悔了吗？因为我之前那么傻，让你感动了？我不是要这样的。旅途，我是不是做了一件很蠢的事？这一天我每天写信到很晚，可是从来不觉得累，踌躇满志，很多期待，以为你看到会很开心。静静，会这么想，我的智商是不快将为负数了。我这辈子做过的蠢事，大概全都给你了。我想不到其他办法了。不是因为看见聊天记录才后悔，我早就后悔了。只是不敢承认。后来我出差，在沙漠待了一个多月，我以为我还在挣扎，可是有一天我发现，我挣扎的时间太少了，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想，该怎么挽回你。甚至开始怪你，怪你为什么这么快来问我？如果再给我点时间，我自己就跟自己投降了。那个时候，让我来问你该多好。问什么？问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静静，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
白色衬衫抚琴手肩头，我看过流年与山口，我有点原因，总会有人，但是这样说奔赴着心里又不开心。繁华路口阑珊灯火下蓦然回首，爱过你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，也爱过你心中的宇宙、时间不停留，记着遗憾珍藏的夜昼。对不起，风经过高楼，对不起，我不要找一个我喜欢他比他喜欢我多的人。这个理由不成立，我没有傻。有的，其实我们不合适。那是因为你考虑到那些很俗气的原因，比如说什么什么，比如说我能给你什么，有没有时间好好照顾好你。我也没有时间照顾你，真的喜欢一个人是很冲动的，不会犹豫挣扎，不会想那么多。那我大概和你不一样，我想的太多了。快想完一辈子了，反正比我少。那这样好不好？你告诉我的计算方法，怎么计算多少，然后我来补上。你不能连你的计算公式都不告诉我。计算公式，你不欺负我。我错了，我没答应你。我冷了，那我们上车，但是你坐前面来好不好？帮我开着导航，回去的路我真的不认识。我将有风轻松自由，我倾听岁月温柔。金菊，你家住在哪？金菊，准备出发，全程82公里，预计需要1小时31分钟。
姐，我不到家了，我先下去了。先回去了。你什么时候回上海？小朱说，你初四就要回上海，初五要去外地拍戏，是这样吗？差不多吧。我知道了。春节快乐。春节快乐。那你要怎么回去啊？走回去，我家离这不远。那你等。好。我才不会回你呢。好。我给你拿着箱子啊！你总算回来了，算算时间是该回来了。哎呦，小心点！哎呦，你说你这孩子，你怎么到了家也不打电话，也不按个门铃啊？哎，那大箱子你自己拖着呢。嗯。哎，你司机呢？走吧。妈，走吧，我饿了。哎呦，我给你留着饭呢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先玩一会儿，我给你弄饭去。嗨，新年快乐！媳妇，到你了。来，我无了。哎呀，又是你！好的媳妇，不要不要的，来来来。哎呀，你别，哎呀，到你这么多，你别扔这个呀，那不是你这听了。怎么了？这，哎呀，快一点了。那我。10000，好。哎呀，又是10000，我到家了。抓牌，盖章，抓牌。哎呀，怎么了？爸，你来吧，你来吧，姐夫来打，快点，快点，说姐夫来家家。我九，那不是九。哎，不玩了啊。要不就是。走了半个小时才到家，难道他家还在原来的地方，在老城区？姐，妈，大过年的玩什么手机啊？我们再开一桌呗。干什么？哎呦，我们再开一桌麻将，就玩一会儿。我们都不嫌你排差、啊，来吧，姐，玩会儿，来，走走走走，来、啊，走走，那就玩一次。哦，快收拾桌子。姐，你快点啊，姐。Thank you.
哎呦，我就听见门口有动静，你怎么回来不进屋啊？姑说了不用等我吧。这大年初一的，你这么晚不回来，我们能放心吗？哎，去哪儿了？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妈，真没事儿。快睡吧。睡着了，你休息吧。哎，别睡了。怎么了？秃秃回来了。回来了，那我去睡了。睡什么睡啊？怎么了？我跟你说话呀。好，说说。上次他回来跟我说，他喜欢上一个女孩子，那女孩子长得很好看，就是不太会照顾人。我一想呢，现在的小姑娘有几个会照顾人的？是，像你这样会照顾人的少之又少。你别打岔，我说正事儿呢。你看咱们儿子很少跟咱们吐露心思的。我一想呢，他肯定是真的喜欢人家，会不会照顾人其实也不是特别重要，是吧？关键是今天搞成这个样子。我心里有点不痛快。你有什么不痛快呀？哎呀，你刚才没看到于途回来那个样子，魂不守舍。你说那个小姑娘也不知道多大本事，把我儿子迷成这样。哎呦，从小到大啊，咱们家于途那是一堆小姑娘跟在后面追着，哪用得着他追别人？大年初一把他叫出去，一待一整天还这么晚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不懂事啊！不会照顾人没关系，不懂事将来以后怎么相处啊？又睡着了？没有，我听着呢。听什么了？你听。哎呀，于途的女朋友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说你呀，就不要白费功夫好不好？我当妈的，我当然要操心了。哎呀，万一人家看不上于途呢？明天还要来亲戚，我得去休息了啊。死老头子，你是亲爹吗？这么早，来来来，给我拿一个东西。小妈，春节快乐！春节快乐！哎，于途啊，睡过洗澡没有？姑父，新年好！放这放这。新年好，新年好！来，吃点。哎，谢谢哥。哎呀，没事，我一会儿马上就好。哎呀，你怎么样？还挺好的。醒了吗？我家边上有一家宜兴很有名的豆腐花，你想不想吃？快坐坐坐。